实际面的，比如说我啊这个星期或者说这半个月我都是谈到六个人，然后这个半个月我再谈到五个人，你一天两天的话是不稳定的。那有没有可能他一天就给你个？不可能。会不会分散的？这都可以，把这个东西在你们公司里面会可以。比如说你个人这个